年轻人的痛，你们懂吗？上班久坐肩膀痛，玩手机脖子痛，干家务哪儿都痛，隔三差五的往按摩店跑也不太现实，不如看看这个养生宝贝 N5mini S 斜方肌按摩器，真实模拟人手的设计，按摩手法呢一点也不出按摩店老师傅的手法，不用专门跑出去，也不用付费，这才是把钱花在刀刃上。精通推拿揉捏多种按摩的手法，给肩颈穴位深度按摩。不仅如此啊， N5mini 穿戴时还能帮助咱们改善不良坐姿引发的斜方肌僵硬、富贵包、肩颈酸痛。工作、玩手机、开车，任何场景下佩戴都毫无压力。现在呢，还新增了大师模式，手法更加灵活，一拿一放，正揉反热，把你酸痛的小肩膀狠狠拿捏。作为女生呢，我更看重的是它这个40度与45度的两档热敷，就像是搓热的掌心做了个热敷 SPA， 脖子暖暖的，全身都像在温室的感觉。不仅是脖子啊，腰、腹部、大腿、小腿都能按。比起其他的呢，只能按肩颈的按摩椅，那强的不是一星半点。续航也很能打，充一次电，每次使用呢10分钟可用7到10次，只需要2次按摩的费用就可以随时随地享受大师级别的服务，我是真的很爱。